李晨岚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你走。芷烟，你知道你在激我。我想好了，既然你说回不去，那我走来你身边便是。秦芷烟，你究竟跟他说了些什么？这样吧，你和他打，打赢我就跟你走。 再来，好少年啊，锲而不舍。你知道自己并无胜算，不到最后，胜负未定。剑心门腐朽，没想到却养出了个热血少年，难怪秦芷烟喜欢。我若是认他同厉晨岚硬拼，出了事，芷烟又得对月莹是哭哭啼啼，到头来还得耽误我。师傅，不如这样。 比武他不是你对手，咱们公平起见，别让人说我们外露门欺负人。要不，咱比比运气，怎么样？。二位公子，赌什么？他才在外露门几日，你竟然叫他赌博？便赌大小吧。好。 不过，我这一身绝学可不是跟他学的，赌大赌小。我赌大，小。再来。三局两胜，这次你先。大，小。 哎呦！又输了，我可没动手脚。